一个是那个乌龙凑齐，乌龙啊，那只猪啊，对啊，你们竟然都不懂。看过哎、欸，有我知道啊，金龙珠以前因为我爸妈觉得说那是打打杀杀，就不给我看啊。你什么做啊？哎、欸，我有买完整版呢、欸，就放在家里。然后后来我妈说那些犬夜叉好看，叫我看犬夜叉。还不是一样，血杀更血腥，那个血血更多哎、欸。对啊，我也不懂啊，头都会落地哎、欸。不好看啊，我也不用出来没什么血，死掉也只头上有个光环。真的，人还不会真的死，还可以在冥界修炼。对啊，练出界王拳。所以杰克今天要打脊椎吗？哈哈哈今天要改新角色重你今天打脊椎了吗哎、欸、脊椎手胜啊哈哈哈下一题要什么我们问苗花嗯苗花我们下一题我们刚刚是什么我们刚刚是家本来是家里有登场、啊、跟家里有选那个珍藏的，所以现在变家里没有了吗？家里，你不珍藏的宝物，那不就垃圾桶里的垃圾而已吗？那我再出一次钥匙圈喽。那个，哎、欸，那个、啊、舍不得丢的垃圾。哦，对对对，哦、舍不得丢的那个，这个我有。舍不得丢的垃圾。对啊，就是它已经坏掉或很旧了，但你舍不得丢掉。那个前女友的钱包不算啊，那太像前女友的钱包。会坏掉钥匙圈可以吗？他就是被我妈用坏的。不行，钥匙可以吗？钥匙可以啊，钥匙可以吗？你们不成的宝物跟那个算什么？那就是宝啊！完蛋了，完蛋了！介于想丢跟不想丢之间，珍藏的宝物跟垃圾一样。对啊，没错啊，舍不得丢、啊，因为我没有其他宝物啊。哎、欸，我怎么觉得珍藏的宝物跟垃圾好像哦？那不然这样好不好？丢了垃圾，题目就是珍藏的宝物。题目就是那个舍不得丢的垃圾，但是今天就要把它扔掉。哈，不行，不行。换你吧。我有什么舍不得丢的垃圾吗？我怎么找不到啊？没有啊，因为该丢的都丢了，对不对？对啊，丘比的大便。我至少有两瓶那个波卡罐啊。你没有舍不得丢，你等下你原本就会丢了。你那只是懒得丢，不叫做舍不得丢。刚才说刚刚吃的晚餐便当可好了。你刚才说用过的卫生纸，舍不得丢垃圾跟珍惜的宝物怎么这么像啊？还是别的，别的吧，别的，别重复。还不是你们自己把垃圾当成宝？你那四星龙珠也可以当垃圾。不行好不好？那个我收藏的很好，那转卖都卖得出钱啊。四星龙珠当垃圾，那价值好几百啊，那也很有品质啊。好啦，看来我们只能盖什么日本妖怪了啦。喂，日本妖怪啊？啊，我想一下。哦，我总算连进来了。一屁。哎、欸，喵哈，我们一致通过那个不行啊，就是那个珍惜的垃圾跟不是、啊、珍惜的宝物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不是垃圾你。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五秒我的表情跟表情跟垃圾没什么差别啊，有差。还是你们要盖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因为我上次才盖了一个什么王母娘，西王，那个是西王，西王不是那不是那对啊，那是传奇。哦，那假。嗯，那我没有盖。哎、欸，我看你们日本妖怪之后，里面就盖一盖就变成妖怪手表了。妖怪手表那里面也有没有？也有吧，好像也有通过。那个历史人物不错哎、欸，历史人物那出了蒋中正要怎么盖？有没有限定国家？我历史很烂哦。我对啊，我也猜，我历史我也没办法，好不好？我历史没超过20分过。你去 Google 随便一堆人啊不是啊，我要猜啊。问题是你要怎么猜跟怎么盖啊？哦、怎么盖？对啊，你看你要怎么盖？
哦，随便盖我，对吧、啊？盖一个蒋中正，我猜一个希特勒怎么办？要已故已故，那也没办法、啊，就像是哈基猜成马库巴克的马里奥一样、啊，猜马里奥一样，好像没什么差别，你就随便猜啊，猜你会的就好。好啊。哦、啊，就一样，感觉有问题。不要猜已故的人哦。那我每一题都猜一样的，不要还活着哦，不要还活着的好不好？不要猜女朋友，猜一猜猜哦，还活着的，请不要把女朋友当成历史。那历代皇帝或总统好不好？火影可以吗？可以耶，这样会不会比较去范围比较小一点？不是，会撞吧？所以你要找特征，全部都在，所以你要找特征，全你要找特征，全部都一样，全找特征一样，大家都一样。没有，所以你要找明显的、啊。对啊，皇帝哪有什么抓你扫完啊？啊，你找外国的。是日本妖怪比较容易。我觉得日本妖怪有点。哎、欸，我现在完全登不进去了，怎么办？三国人物啊，进来然后又出去，进来又出去。所以要三国人物哦，可以啊，好难哦，啊、你不要整人哦。我没有看过三国。对，跟喵他那三国会变桃子啊，他都还以为是桃子三结义。哎，这是日本的。桃子三结义。喵他先撤连线。我现在连麦块都快打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网络 DC 啊都很顺。我刚才也是麦块，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我刚才也是，然后重开机就好了。你已经重开了？没有吗？开台前哦，两分钟。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我的旋风卡拍卖价好便宜哦，五块十块，可是一包五块，大概一张卖十块钱呢、啊。哦、oh. ，对，那没有收藏价值啊！现在你要做一个，所以我整套的，哎，如果我有整套第一代的，有四十张，一张十块钱，还可以卖400块，哎，哇！然后还找不到买家，你就说1000块可以买多少啊？没有，他只要在上面签一个武秋风就卖得出去了，找不到买家，好惨哦！好啦，我真的登不进去，我一直在载入地形中。哎呀，那你站在这边说。有，然后头是扭过去的，嗯，是新龙珠，我来连线鱼师，哦，断了断了，重开数据机看看，嗯，可能要，你又进来了，那又出去了，我去重开看看，好，我们顺便可以想一下，自己出一个小说名字。好像有点难，感觉 BY 歪、欸。对啊，小时候想看却不能看的卡通，蜡笔小新。你小时候不能看哦、欸欸？我都可以看，我不能看，我没有没差的。我记得永远记得我妈跟我阿姨说，那个蜡笔小新千万不能给他看呐、啊，那看下去万一哪一天那个大象露出来，里面甩来甩去怎么办？我要用屁股走路之类的。光屁股真的会有人去学吗？谁知道小时候吧，光屁股外星人应该很多人会学吧。曾经的打工职业，有人没工作过啊？那个有做过了，这样接课。那个第一次我打工过，第一次的打工有出过了啊？你有工作过？有啊。哈，哦对，刚刚拉姆斯那题是杰克猜的，杰克出的，我出的啊。那我们刚刚不是聊刺猬吗？啊、拉姆斯是刺猬，然后杰克又出刺猬，你是真的想被插？刺猬吧，他刺猬啊？真假吗？欸，龙龟啊，随便啦、啊，反正他就是背上刺刺的啊。哦，你这么想讨论的这么像哦？你这么想被插哦？没有，还是想被撞？临时哦。感动的电影，宝可梦不可能啊。就临时都感谢秀训定，就刚刚在同意的、啊、日本妖怪啊，对啊，日本妖怪，因为你们出动画、动漫，可能有些人就会没看过，就一定会猜不到，对啊，日本妖怪就算你盖的再像都没有用，嗯，日
日本妖怪至少 Google 得到啊。对啊，比较好特征比较明显的啦。对啊，日本妖怪还是要那个宝可梦。哎、欸，我们有开过宝可梦吗？好像没有。哎、欸，宝可梦好像不错哎、欸。对啊。口袋怪兽，对不对？也算是。宝可梦好像很容易就猜到了，对不对？可是你要盖得像啊，你要盖得像、啊，很奇怪啊。其实哈气三 D 龙啊。他是画的好吗？而且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像我第三代的，我几乎都不知道。你说越后到后面越不知道，对不对？对，后面都不知道，我也没在看啊。这边就只有杰克知道而已啊。可以出那个初代的就好吗？一代那范围太少了吧？用150，一百五十代，不然就只能用一个方块盖。太难了吧？不然就只能盖柱状的。好了，日本，好不好？日本妖怪，妥协了。等你日本妖怪危机网。哎呦，哎呦，日本妖怪在哪？在哪？哦，啊，这里有危机网哎、欸，还是维基百科的？维基百科的好像不多哎、欸，蛮多的啊，有啊，很多啦，很多。我只看到56加8个啊，是哦，没有，可是这个不是维那个胸贴不是维基百科的吗？对啊，哎呦，好多、哦！哎、欸，玩阴阳师的就知道啦、啊，或者现在有在玩那个啊，平安镜，我进你在工商不去啊，你进不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办？马上找人代打哦，找不到啊，团团来哦，团团。他在干嘛、啊？叫他来、啊！杰瑞，就去敲他的门，叫他赶快来。一个小时可以啊。缺人呢？怎么？而且应该不是网络的问题，因为我其他上网啊，像 DC 跟门通话也都没有问题。充聘哦，知道哎、欸。可是以前都没充过。嗯啊，好惨哦！我们的最强代打竟然也有要人家代打的一天呢。我们要找最强代打的代打了。对啊，怎么会这样？最强代打也要找人代打了。这个还蛮好笑。哎呦，进不去啦！我好劲，你好猛啊！就左右点同时点而已啊。我一手就挖下去了，好恶心啊！你要想想，人家右键坏掉啊。所以这杰瑞最强代打有空吗？哎、欸欸，我登那个 IP 手是进得去的。找团团，就应该是 IP 冲到了。所以找猫熊团团。猫熊团团。哎，猫熊团团。代打安安。安安。代打的代打安安。最强的代打。来再打了，我好难过。哎、欸，我进来了。OK， 那，哎，你在耍我是不是啊？哎、欸，那我真的很辛苦哎、欸。原来你是想耍人啊？我是想耍耍我啊？哎呀，哎、欸，代打了，代打，你又不用代打了。也不用代打了，没问题，没问题。请你滚！没有我没有我坐正在这边，阿喵哈真的爆掉，我就在出现，好不好啊？那你要接着我盖的东西，哎、欸，这样好像很好玩哎、欸欸，但我可以假装断掉一下吧。啊，你们盖，你们盖，这不是可以再多一个人吗？超级比要多两个，要两个，要基数，要基数。那个再找一个，隐约敲一下。隐约他就不爱玩这个啊。玩一下，代打的代打，离开吧。如果我觉得喵哈又爆炸了、欸，我刚没知道，我刚刚顺了一下，现在又不然就是喵哈代打，哎、欸，代打回来啊，代打，他不就好险我没走，喵哈直接 out 了，代打，喵哈 out， 你找他不 out 了吗？对啊，他被你冲平了，不知道哎、欸，为什么你会突然爆掉？他今天一直爆。是哦，对啊，不晓得刚刚那一场你怎么玩的，对呀，嗯，太神奇了，啊，代打了代打来吧，好哦、欸，有人叫过你猫熊团团吗？
有啊，现在还有吗？比较少了。哎咻！哦，登错版本了。1.1.2 然后题目是日本的腰段。嗯。好。你题库在 IP 下面。有，我看到了。哎、欸，那个日本妖怪可不可以不要盖什么特定手游的长相？